哎，智商兄弟，你说说一遍就一遍啊！哎，干什么呢？放开我兄弟！哎，你脑子一坑啊？你不知道爱会扩散啊？哎，你把它去了，我的屎往那床上。嘿嘿嘿，当然是放你自己肚子里啊！哎，怎么还给我开洞上？哎呀，你还造气儿，还挑别致啊？哎，你看我这新造的口子也不能存屎，感染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咱就这儿。哎，别扯我身上来！我怎么到外边来了？我要回家！怎么办？那我当丢屎来着？对吧？我以后不会只能这样了吧？所以大堂封好了，我就给你关了这个路口。你这两天先忍忍吧。